大家好，我是吉他士多 Daniel。今天我手头上这支就是这个 Hudson Dalton 的 TOMR Custom 吉他。T 代表 Traditional,OM 就代表它的琴身，而 R 就代表混参中的王者 Red Spruce。而这支吉他的背质板就是用了近年非常受欢迎的 Silico。再配以 Thermocool 的面板控敲技术，加上 Hudson Dalton 的 Traditional 的设计和技术，令这支吉他尽显朴实的复古味。我首先讲一下这支吉他的面板先，混参 Spruce 大家就听得多了，但 Red Spruce 可能比较少听一点，但如果我讲到备受推崇的 Adirondack Spruce， 相信很多吉他爱好者已经是深深眼流晒口水。 Red Spruce 其实就是这个 Adirondack Spruce 的另一个名字，而 Red Spruce 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音色，在雄厚的表演当中仍然有紧致和非常清晰的音色，它是特别适合一些风格比较强烈的音乐，例如 blues 啊、punk 啊、country 和 rock 等等。讲完面板呢，当然要讲一下它的背质板啦。咁佢背脊板就係嚟自中南美洲一帶嘅 silicon， 又俗稱十二紅蕊破布木。呢隻木咧係近年非常之受歡迎嘅。咁點解？因為佢被譽為可以取代珍貴嘅巴西玫瑰木嘅其中一個常見嘅木材。呢種木材嘅特點就係高中低頻非常之清晰，泛音突出。佢嘅整體音色咧類近玫瑰木，有既温暖又厚實嘅質感。讲到这种人见人爱的木材，它除了有内涵之外，另外还有样子，它的纹理分明夸张清楚，手撕布条状的木纹加上复杂多变的色泽是相当之吸引。到最后另一把吉他再度升华的技术就是 Thermocool 面板老化技术。这个技术的好处就是可以加速减少面板的水分、纤维的老化，從而達到提升面板的穩定性、減重、加強震動等效果，令到整支吉他音色好像釀了幾十年的紅酒一樣，充滿韻味，晶瑩而剔透。加上這把 Custom 吉他是 Hudson Dalton Traditional 裡面的作品，兩者互相補足的底下，可以充分凸顯這支吉他的音色。如果大家想试下更加多 custom 吉他的话，欢迎来到我们吉他士多，可以亲身去体验一下。我是 Daniel， 拜拜。